年度突破团体，用柔美唱腔拨动宇宙心弦，用复古爵士曲风表达轻松诙谐，独特的治愈系人生永远令人充满期待。少年们迎风而立，无惧风暴，吹沙成海。少年们嗓音清扬，清风明月，气韵非凡。他们用歌声描绘无限风光，此刻正向上。微博音乐盛典年度突破乐队 Mr. Miss 年度突破团体 Into One。恭喜 Mr. Miss， 恭喜 Into One， 请共同来到舞台上，有请。祝贺各位，接下来我们有请荣誉见证嘉宾环球音乐集团 Capital 唱片中国总经理唐勇为他们送上荣誉并合影留念。来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，看向前方。好的，感谢我们的唐勇总，谢谢您，请您落座休息，但是请各位在台上稍事留步。来来来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非常有趣的环节，我们音乐可以变化一下了，因为接下来不是这种大气蓬勃了，我们要来玩个游戏，来看看这是什么。是什么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乐器。这个、刘念呢，可是有一个这个外号，叫做民间卡祖笛推广大使。现在他已经手上拿的就是卡祖笛。哎呦，你还买了个大的，你现在有个大的卡祖笛在这儿。哎，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这好学吗？这个卡祖笛？我觉得应该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乐器之一吧。就还蛮容易的，是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对，然后就蛮能哄人的。那既然你这么说的话，我们给现场的各位弟弟们，我要问一下，刘念肯定说非常容易，但是真的吗？真的吗，杜凯？对，非常能唬人，因为刘念学的第一个乐器就是这个。非常能唬人，他们俩都异口同声说，但他们说觉得难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让 Miss 的两位带着现场的各位弟弟们一起学习一下。卡祖笛，看看有多容易能够快速学会，来吗 ？OK 吗？学一个行吗？现场教学交给他们。能行吗 ？Into One 的各位小伙们，哎，有人已经，我感觉他们已经会了，他们好像已经会了。这样子吧，学习我们找一首歌好不好？好，找一首歌。既然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我们就找一首喜庆的《好运来》。你这音响配合的多好，好。来，那个好，就这个，是吧？可以吧？哎，你看我唱跑调了，他们都觉得没问题。刘恋和杜凯，你们两位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吹奏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小技巧？好的，其实吹这个卡祖笛就是，一般人会拿着它就开始往里面吹气，但它其实不是吹气，就是你喊着它，你用嘟嘟嘟的声音去唱歌就可以了。嗯，就把所有的歌词换成嘟嘟嘟嘟嘟嘟。先让 Mr. and Miss 来跟我们先演示一下好运来。哇，这边发出了很大的震惊声，哇哦！哇哦！很容易的，你们就是这意思。我很厉害啊！可以啊！很厉害。没事没事，正反都还行呢。对对对，刚刚。是反着吹，大一点的口是正的。
对，那我们一起 吧，我们 into one 一起来怎么样？行，也一起来，一起来，来，大家一起啊！我们起个调吧。好，起个调，起个调，这么专业，起个调。好，起，那我们听老师的好不好？老师起个调行吗？起个你们好唱好吹的调。得，没有一个人是统一的调。这是咋起这个？没事啊，就是各个音阶都有音乐，不是也挺好听的吗？对吧？那也是一种音乐形式。可以吗？我们一起好。我们要不您来喊？哎，对，要不这样，我们集体往前一步，因为这还有一个麦克风。一起来往前一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舞台齐奏，好运来。我来喊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吧，来，三，二，一。舞台更是欢乐的，谢谢，真棒，开心就对了，对不对？把好运来送给所有人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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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同时再次祝贺各位获奖，祝贺各位，祝贺祝贺祝贺，谢谢你们带来的好运来，接下来一年也一定会好运来，谢谢。来，请带着我们这份小小的卡祖笛当做礼物，一起回到位置上，一起落座观礼，各位有请，再次谢谢各位。说实话，小琪刚才那一段应该会成为一个经典。